好的，两辆机车熟门熟路的从巷子骑到对象的住家门前，两名男子开心的在路旁聊天，但是聊没有多久又骑着车离开到附近的超商买烟，两个人看起来就像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一样。白衣男子呢还帮着这个坐在机车上的骑士点烟，只是没有想到烟都还没有点着，骑士就伸手把这个右侧口袋里的钱迅速的拿走，而这个骑士里拿走的钱总共有900元的钞票。随后呢，机车油门一吹就逃离了现场，而这名白衣男子虽在后面不断的大喊要还钱，但是两个人怎么会闹翻，突然就上演了抢钱的戏码呢？原来这名白衣男子后来向警方表示，其实他们不太熟，之前是国小的朋友。对方呢，下午骑着车在新北三峡区附近闲晃，突然上前搭讪，一开始说想要抽烟，所以两个人呢就先到了超商买烟，但是没有想到对方真正的目的其实是他身上的现金。警方随后呢以车追人，1个小时在5公里外逮到人，而当时这名嫌犯还想要骑车逃跑，立刻遭到压制，全案被依抢夺罪送办。